有人说每一个人都是不完整的，他们各自都有属于自己的灵魂伴侣，自己的另一半。我有幸在九年前认识到你，你就好像天使一样这样进入我的生命，使我成为一个完整的人。我们的大拇指那里大家都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印记，这个就是我们命中注定是大家的灵魂伴侣。今天是很特别的一天，我们身边最好最亲的朋友包围之下，在他们的祝福下，我们成为夫妇。将旗子交俾你啦，我会照顾照顾佢一生一世啊！知道，全靠你。初初认识你，每一个片段我都而家都好记得。我成日都问你，你记唔记得我哋点样识噶？因为每一次过我都觉得好甜蜜。当时你俾我嘅感觉咧系好舒服，同你倾偈好开心，好放松。你嗰种专注系我从来都冇遇过一个男仔系咁。你的耐心和聆听令我觉得我终于找到啱的人，令我这个很理性从来都对爱情没什么憧憬，又不会看爱情剧，又不会看爱情小说的人都有一种心动的感觉。我觉得这些都是缘分。在这九年里面，我们慢慢磨合，经历了很多。我会学习成为一位好的丈夫，与同你一起度过考验我们人生种种，希望我们都能够同心协力，一起手拖手向前行。无论是顺境或者逆境，富贵或者贫穷，健康或者疾病，我将永远爱你，珍惜你，直到地老天长。